顺利进入天河一号回鸡汤昆王太空家园，现在由我们值守。从现在第三棒，我们全力开跑。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核心舱，很快就会迎来问天和梦天，到时我们将建成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，那是我们的太空家园。我们一定要不辱使命，精心操作，完满完成任务，请党和人民放心。是。